身，模型遥控飞机喷射引擎一发动，就像军机飞过一般，引擎推力十足，时速可以破300公里。加装在自行车上的引擎就是同款引擎，但半数还要再更大一些。网路上有 PO 的那一台引擎是是145公斤，那当然是非常有力啊。王嘉玲先生手中这一颗喷射引擎是目前台湾最小的喷射引擎，推力有3公斤，要价4万多元。一般装在自行车上，推力至少要17公斤以上。而台南王先生的喷射引擎推力则有45公斤，价格也比较高。不过在骑乘上，玩家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它温度相当高，700-800度啊，而且噪音很大，但这纯粹是玩的角度是相当好，不过要骑在路上是还蛮危险的。喷射引擎因为是燃油，温度都很高，而这喷射引擎其实就是真的飞机的缩小版，因此如果磅数超过100磅就是军火。目前玩家使用的都是100磅以下，而且操作员都需要注册，遵守相关规范。这回台南王先生改装火箭自行车，30秒速度飙破133公里，和一般单车相比，实际测试脚踏车骑30秒到底速度如何？那可以看到呢，其实在骑30秒之后，最大速度大概是在20公里左右。骑一般 U-Bike 实测，30秒内最大速度才24公里，还追不上机车速度。而火箭自行车速度则是一般自行车的6倍，速度相当快。不过大家担心的刹车问题，玩家表示，因为它续航力不够，也骑不远，一般脚踏车就能驾驭。只是引擎吃油，若不慎摔车，可能会爆炸，玩家骑乘上要格外小心。TVBS 新闻，赵丽、林佑璇，高雄报道。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